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信号系统的第三个 problem class 傅立叶级数。然后这个首先是几个公式，就是它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公式。它这个270傅立叶级数，对，好。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傅立叶级数的表达式了。这个傅立叶级数等于任何一个就周期函数都可以被表示成 a0 加上一个 summation of a 从一到无穷 ，an 乘以 cosine n 欧米伽 t 加上 bn， sine n 欧米伽零 t 零。就怎么理解呢？你就用这个图像最好表示了，好吧？就是。它在这个，比如说假设你一个是个方波图像，好吧，然后呢它可以用无数的这个比如说这样的一些 sine wave 的一些图像，所以它的这个幅值可能是这样，但它的这个可能是这样，这个是可能这样，这个是，这上面都是 amplitude， 这个是 t， 这个是 frequency， 它的能量的这个光谱，就是你记住任何的，就是你给它加的越多的这些 sin 和 cos 这些元素啊，它就能把这个图像拟合的越逼真。然后如果它是一个偶函数的话，那么它就这一项就没有了，这一项等于零。如果它是个奇函数的话，就这一项等于零。然后反正就是这些基本性质啊，这个课上都讲了。我们先看这个 DC term， DC term 呢就是说它这个图像就是在一个周期内它的这个面积，在因为它是有周期的嘛，我们看一个周期就行。那么它这个周期我不管它怎么变，我们 DC 通常就说就这个图像它的面积，比如说这个来讲，它因为它是个上下抵消的，所以说它的 a0 就等于零，对，就是你相当于，这相当于类似它做的功，类似就那种就是就是它相，我感觉这就相当于那个之前学交流电里面的那个有效值一样，对， a0 就相当于那个有效值差不多，好像记得当时求有效值好像也是用这么求的。然后那个 even term coefficient， 这个有 an 等于这个r 比 t， 这个0到 t ft cosine n omega 0 t dt， 这个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我问了老师这个式子是怎么来的，我们看老师回没回复哈。这个，Let's see， 这个老师还没有回复啊，这个老师还没有回复，这个我再问的直白一点，an反正这个式子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就是这样，好吧，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bn 同理，就这里是一个 cosine 的这个，这里是 sine 的这个 n omega 0 t，
这 component power 就等于 C， 它可以用一个，还可以用一个 Cn 来代替 An 和 Bn，Cn 等于根号下 An 方加 Bn 方，然后它第 n 个这个 frequency， 第一个 harmonic 的 frequency 就是 nf0， 它的 n 比 t 等于，就是对吧，都乘一个 n omega 0比较派啊。好，基础知识复习完了，现在我们看这个。首先这个它的相当于 f 等于1000等于一比 t， 然后等于 t 等于阿尔派除以欧米伽，就是阿尔派比欧米伽。然后呢，你想啊，现在我们要找这个欧米伽，欧米伽，那么同学啊，你可以去下旁边的房间。啊，我就是说啊，我这个真的是挺吵的啊。你又来再回来吧。啊，没事啊。这个，像我们现在欧米伽零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欧米伽零等于2000派，对吧？欧米伽零等于2000派，那么这个是不是已经确定了，对吧？那么我们，它是等于两千，这样欧米伽等于2000派没问题。记住它的这个欧米伽的单位是 rad 每秒，好吧？这个注意。然后 yt 呢，它等于 yt 是不是等于这个，就这个是 那个 Euler's definition of cosine， 这个我们回忆一下这个 Euler's definition， 这个 ei omega 零应该是 ei phi， 相当于我记得原来这个是 ei phi， 它等于这个 cosine phi 加 i sin phi，对吧？然后同比较来讲，就是这个 e 的 i 这个 omega 零 t 等于 cosine 这个 omega 零 t 加上 i sin omega 零 t， 然后 e 负 i omega 零 t 等于 cosine omega 零 t 加减去一个 i sin omega 零 t， 好。他俩这么一加，再除一个二，就是这家，这是 a， 这是 b，a 加 b 除以二，它就等于就是这个式总就等于这两个是不是抵消掉了？它就等于两 cosine omega 零 t 比上两，再除以二就等于 cosine omega 零 t， 这就 exactly cosine omega 零 t， 对，然后。行，反正就这边这个就算见到于这样了，这个，那么，这个，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叫什么？第二个式子也是对的啊，第三个式子是这个样子，就是。它就是周期嘛，它的周期不是那个，它频率是1000嘛，周期就是1000分之1，我加整数倍个1000分之1还等于它自己，所以就是周期的定义嘛，这也是对的。它是一个偶信号，它为什么它明显是个偶信号嘛？它明显是个偶信号，所以说你要看清楚，这是一个奇，明显这个东西是个偶信号，所以说它应该是个奇形，它不对嘛。它的光谱是离散的，是对的，因为它的光谱是一个这个 integer multiply， 因为它的光谱 integer multiple without fundamental fluency，
因为这个光谱的线是 integer multiplies 的 fundamental， 这个东西的光谱应该就一个点吧。对呀、啊、这个东西的光谱应该就一个点，因为它是 cosine omega 点的 t， 没有问题，对，它就应该就一个点，这个就是错了嘛，对吧。然后这样我们继续啊，这个题啊，它的这个三角波啊，找它的基础频率，基础频率你想啊，它不是相当于这是周期是二嘛，等于一比 f， 所以 f 等于一比二，好，一比二没问题。找到它第四个 harmonic， 找到第四个 harmonic 就是一比二乘以四嘛，就应该等于二，第四个 harmonic 的频率没问题。好，它是一个明显是一个 even 嘛，好吧。Find the value of the DC term A0 in the DC term A0， 因为它这个东西嘛，它明显是一个相互自己搞自己的，所以它应该是个0嘛。找到了 coefficient 的 BN， 为什么这个 BN 呢？这个 BN 呢、啊、它第 N 个 coefficient 它应该是 BN， 这个怎么理解呢？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偶的嘛，所以说这个偶函数它就只应该有这个偶函数只应该有 sin 的，偶函数只应该有 cosine 的，所以就应该只有 an 啊， bn 就等于零，所以 bn 也应该等于零。如果他们告诉你的这个 an 等于 4abn 派方，n 等于一，这个用这个信息的去计算这个 table， 好吧。来，我们来看哈，就是这个 frequency 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它的那个，这里应该是零啊。它的这个 fundamental 应该是一比二，这个应该是一，这个是二分之三，这个是二，这是二分之五，这是三。A 一呀 ，A 零 ，A 一这些全都应该是带 A 的嘛，就应该是四 A 等于一嘛。如果 A 等于一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四比上 n 派的平方。n 它等于 n， 如果它等于零，它就是 a0 它等于零，对吧？ a0 它等于零，然后 b0 是不是全都是零，对吧？然后你再想它的这个cn 它是多少呢？ cn 它是 an 乘以这个 an1fundamental a， 就是想一想啊，这个 a 一呀，它就应该把这个一带进去，四比上派方，四比派方，然后这个是四比，它这是二派嘛，就是四派方，然后四比上是三派方，九派方。这是四比上十六派方，这是四比上二十五派方，这是四比上三十六派方。然后 cn 呢、啊、还应该就是 an 的平，就完全因为它都是零嘛，它是一样的。好，然后来检查一下 f 的 0.5 赫兹，这个 B 是第四个哈莫尼克，两赫兹，记住，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单位啊，注意这个单位，注意这个单位，各部门注意这个单位了。嗯，这个单位很重要，这个赫兹一定别忘了，赫兹，好吧。嗯，零。
一问嘛 ，D 是零，一是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题啊。这个题它，你想想，一个 DC 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它 DC 信号肯定没有频率嘛，它周期是无穷大，对吧？你像一个 DC 信号，这个频率肯定是趋近于零啊，对吧？嗯。然后你再想啊，这个哪些信号它是对应上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你看这个，这个题呢有这样几个看点哈，好吧，先总结一下这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呢是，你看它的这个，看它的这个，首先解释一下这题什么意思，就是首先，啊，每一个持续 domain 的信号都可以对它的傅立叶级数嘛，首先就是说它可以用这几个傅立叶级数来表示出来。首先就是这个题是让你这两个是一样的啊，这两个也是一样的，这两个也是一样的，这两个也是一样的。我们先看这两个样子 ，A0 等于 A 没问题吧 ？B0 这个没有问题哈。Sine wave 是不是 A0 等于零 ？A0 这应该是 AN 等于零。对啊 ，AN 它的确应该等于零，对吧？没问题哈 ，AN 它应该等于零。AN 它应该等于零，是 AN 它等于零，没问题啊。BN 它等于一，这也没有问题。N 大于一等于零。啊。N 小于一等于零吧。这个应该是 BN 小于一等于零吧。AN 等于零 ，BN 等于一。这个应该打错了，到 Blackboard 上问一问。Typos in the promo class. YBN 大于一等于零。
嗯，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比人大的一等于零。嗯，然后继续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i 等于零没有问题，然后它的 old， 它的 even 啊，因为它是个偶函数，所以 even 它等于零，这是不对的，这应该它应该是一个 old 它等于零，应该来讲，这应该是一个 old， 它是等于零的，就它的 old， 它的 old 应该等于零 ，even 它应该有数，就这个，嗯，如果你把这个改过来的话，这两个数换一下 ，even 它 old 它等于零啊，行 ，bn 它等于零。哎 ，an even， 哦，是 an 为哦，三角波的这个这个三角波的傅里叶级数长啥样呢？明白了。bn 等于零是，想一想。bn 是什么 ？bn 是 s sin 的，对呀、啊，对呀、啊，没问题，这个没错呀，这个没错，对，这个你再看这个题啊 ，a 点等于 ad。bn 等于零 ，bn 为什么等于零？因为它是一个。偶函数嘛 ，d 等于零点三，就 d 是什么呢 ？d 是这个东西的长度是零点三 ，an 是它的这个基函数的它的这个系数啊，这个 an 就是它的这个面积啊 ，ad 一个周期内里面的面积就是 a 乘以 d， 这都没有问题啊。再看这个 ，an 等于零 ，an 等于 rabn 派，这个是一个。说 a n 等于零，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个重复的。r a b n 派 b n 等于零，为什么 b n 等于零？像 b n 为什么等于零 ？b n 它应该是相当于这个，b n 它应该相当于这个 b n， 仔细想一想 ，b n， b n 它是这个。是相当于鸡的，它那时候就没有问题。然后来看对面这些函数，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我现在来看，就是它有几个频率。你看啊，这个一看就是这个兔崽子，一看就是它。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没有几，就是它没有 harmonic 的嘛，对吧？再看这个兔崽子，这个，你看它有几个非零频率。
仔细想啊，这个有再看这个，这个它怎么了？它只有一个频率。等会别急，别急。不对不对，说错了，抱歉，不好意思，应该是这样的讲。它的频率是零，就这个图像。这个图像它的频率是零，它的 A 零啊，就是说它的频率是零，但是基础频率是零，而基础频率是零的唯一只有这一个，好吧。所以你看这个图像，这个图像呢它是的确也没有 harmonic， 但是呢它是一个，这个图形，我问一问，这个图像有没有 harmonic？ I think this one does not have copy。
两个问题哈，嗯，我们继续看哈，我们继续看啊，这个我们继续看这个信息哈，来，来我们看这个。这个叫什么？你看一下哈，这个，嗯，你想一想这个什么呢？这个spectrum 好吧？你想一想这个。下一步你看看这个三角波，如果就这个三角波它如果 n 是偶数的时候它是零， n 是偶数的时候它是零， n 是偶数的时候它是零，你只有这个已经有主了，这个有可能是 n 是偶数它是零，这个然后这个它 n 等于偶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零，对吧？这两个就把这两个分了，这个但 n 是偶数的时候这不也是零，贼的行，来看哈，现在先能把什么排除掉，嗯，别急哈，现在就剩下，现在我先确定 A 对 S 没问题吧， A 对 S B 对 R 这也没问题啊，现在就剩下这个三角波 plus 还有 square 他们所对应的这个频率图像哈，来，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图像pause 就是把方波往上提，所以说然后经过我们的比较发现，明显是下面这个比较长，对，下面这个既然下面这个比较长，问题就比较好说了啊，我用一个比较赖巴子的方法来，就我们发现啊，我们发现啊，当这个 n 等于零的时候，就 n 等于一的时候 n 等于一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方法已经能做出来啊， n 等于一的时候啊，这个 A1 它等于这个 4A 比 N 方，比 N 方派方，好吧，当这个 N 等于一的时候是 A1 等于 2A 比派乘一个 sin 派 D， 你想 sin 派
sin 乘以一嘛，就是派乘以零点三，就是你想啊，它这相当于什么？它相当于 2a 除以 n 是多少 ？n 是一乘以派乘以个 sin 以 n 是一 ，d 是零点三，就是零点三乘以个 d 是多少 ？d 是派零点三派对吧？好吧，零点三派啊。这个呢 ，a 一，这个 a 一它等于这个二比上 n 派一派 sin 二分之派，好吧啊，这样 a 不是 a 行吗？首先呢啊。二分之派是不是个一对吧？那就是一嘛。好，这就没有了啊。零点三派，是零点五派，就是它应该是这个要小于它的，因为它没到零点五嘛，就它应该是比较小的，它要小于它。然后再看看这个四 a 比派方。明显来讲，这个如果我们都把 a 去掉的话，我们派四比派方，它乘一个，你也是个小，越乘越小，所以它也小于它啊。至于它俩谁小呢？啊，四比派方 ，calculate。行了 ，Mathematica 出动。这样。九啊，就零点四几，这是零点四几，哎，看一下，这东西是零点四几，二比派，这明显要比二除以派，零点六几啊，这个等于二除以派。乘以再乘以一个，乘个什么呢？它呢再乘以一个这个 sin 零点三派 sin 零点三。乘一个派，哎，不错，六，还是零点五几，操，真秀，真香，零点五几，好吧，好，这高下里，这个最大的这个呢，最大的这个就是这个啊，哎，然后呢，这个第二大的是这个，是这个，所以这个就应该是归这个。这个就应该归这个，第二老二嘛，对吧？这个老二归这个，就 D 对 P 行了，耶 ，D 对 P， 哈哈哈 ，D 对 P， 然后剩下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剩下这个是这个，啊。剩下这个是什么？剩下这个是什么？这个嘛，就是最小的嘛，这个就应该对那个最小的那个是 Q C 对 Q 啊，反正这个意思嘛。然后
行，我们继续来吧。但是这一点有一个比较坑的一点，就是你想知道，就我的观点是这个东西，就我问老师一个问题哈，就这个，啊，这个有一个观点来讲说，啊，这个东西地方是不是二分之 a 呀？哦，不对不对，它这个是 old 和 even。嗯，哦，明白了 ，harmonic。一比 n 方 n 方，那就直接用这个一比上这个。R K 加一，加一，然后这个东西的一个平方，然后 summation。这个还真的是这个，一比n 方，
2n 减一的平方，这不是一比，它从一嘛，它从一开始。对啊，对啊，没问题啊。那么这个东西它应该，我现在要把这个值带进去。现在要这个 AN 等于 4ABN 平方，好，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往上拉吧。那上面这个式子啊 ，add 一个 pages， 一个 ft， 我们把上面这些全部都去掉啊。那我们开始哈，啊，这个 ft 它应该等于这是零的吧？summation of n 等于一到无穷 a n cosine n omega 零 t b n 是不是没有了，对吧？因为它是这个只有它只要积的，对吧？是不是只要积的对吧？好，现在只要积的话，那么是 n 的13579，就是这个当它等于13579的时候，欧米伽零n 等于一，人家现在只想知道 n 等于一的时候，当 n 等于一的时候 ，a 一，别急哈，别急哈，看我问你的问题是啥？啥奇怪的问题？n 等于零的时候，对 ，n 等于零的时候没问题。它 n 等于零，我们看看这个函数啊 ，n 等于零。应该是一个奇数，n 等于零的时候，哎，对呀，它应该是这个呀。
这个题有歧义，我觉得我问一下。行，这个题我们就暂时先不弄，因为它耽误太长时间了，好吧？你继续往下看，好吧？就把你这个题能做出来，好吧？来看这个啊，比如我们在实验中啊，这个先跟 generator 用这个 synthesize 就是合成啊，来去这个周期用只能用四个周期 ，fundamental 啊三四 ，t 是一毫秒，它的啥的周期能用？如果告诉你 t 是一毫秒，一毫秒的中文意思是什么？是毫秒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毫秒时的负三嘛，没问题。对对对，毫秒没问题，没问题，时的负三。就是既然他告诉你它的周期是这个，周期是时的负三，那么它的频率就是一千。要我 synthesize 这基础频率是一千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它的倍数，所以这个不行，因为。还可以，它的倍数是可以的，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这个不行，因为它不能有这个非整数。哪些 statement 是不对的？关于傅里叶这个定理啊，任何周期信号有周期时间 t 都可以被从 sin、sin 和 cosine， 任何有这个 t 的周期信号都可以从 sin、cosine。任何有周期的 t 都可以被，对，就任何有周期有这个时间 t 这个周作为周期的，都可以被 sin 或者 cosine 的波形来去这个合成出来，还有它的这个 sin 和 cosine wave 它们自己的 fundamental 的一个周期是 f 零的时候，还有它们的一些 harmonic 就是它们的这个频率是 f 零的整数倍的这种波。然后呢，这个任何波形，只要包含 harmonic， 还有一些 fundamental repeated self after period of TVA， 就是
因为他那些是他的整数位嘛，所以说就是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他频率的整数位，就是他会转得更快。我基础频率，我肯定那些转得更快，在一个基础频率里可能会转更多的圈，但是就是所以说在一个基础频率里，他肯定会转更多的圈，对的。嗯，这个关于这个基的这个周期函数，它没有 DC component 可以被写成一个无穷级数，就这样。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表达式吧，好吧。我们来看这个原来的表达式是 ，Ft 等于 a 零加上 summation n 等于一到无穷 ，a n cosine n omega 零 t 加上 b n sine n omega 零 t， 好吧。到这里来复制回来，哦，还可以这样复制，这太好了吧，好，没问题，来继续写哈。这个什么个意思呢？就是，哎，你看啊，它的一个基的啊，它这个 xt， 既然它告诉你它是个基的了，所以这个 ft 啊，它也没有 dc 对吧？它这个 a 连没有，它也是个基的 ，cos 这个也没有对吧？等于 summation of n 等于一到无穷。这个 b n sine n omega 零 t， b n 的公式呢，就等于 b n 等于二 b t， b n bn 它又等于这个0到 t 小 ft sin n omega 0 t dt， 好，然后我把这个搭进去哈，你看啊，就是 2bt 的这 summation， 然后这个东西在这啊，就是欧米伽零等于二派 n 也就是 f 零，然后再乘以 n t， 然后接下来是零到 t， 接下来是就从这开始的零到 t x t sin 欧米伽零 d t， 那就完了嘛，对，那就把这两个式带进去就可以了，它就只有三个term。关于这个傅里叶分析啊，它一些信号可以。就是一些信号的傅里叶分析，它的这个，它这个系数啊，就这个 cosine term 的系数啊，嗯，应该是一个二，对。任何这个，那这个就不对，应该是个二，对吧？这个。这是 omega 零啊。等于二派 n t 的，对啊对，二派数据 t 应该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对，没问题，这是欧米伽零，对，然后这样再看这个，
任何时间 domain 的性格可以被，对，就反正就是这个先记住啊，就是傅立叶级数可以对周期的信号，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傅立叶传统。好，现在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傅立叶定理，一个纯的正弦经过了一个 clipping circuit， 这个会变成这样的，是对的，它就 clipping 了，不是一个纯的了，对吧？就 clipping 了，就成这样了。一个纯的线进入一个 clamping circuit 就变成，就往上推嘛，对吧？ injecting DC clamping， 一定要记住 clamping 就等于 injecting DC 啊，不会影响它的波谱形状啊。那你这个就不对呀，我怎么打算？记住它不会影响波谱形状。这个 spectrum of periodic time signal 啊 ，also， 不对，它是 discrete 的，对，就是 spectrum periodic time signal， 它不是，它是 discrete， 怎么是 periodic 的？这个 spectrum of single impulse， 它是个零赫兹，它的频率。就是它的频率应该是不对啊， single impulse， 抱歉，这是一个 single DC 的啊，它应该是一个零和，为什么对呢？因为你讲它的这个 single impulse， 它的首先它的频率是不是零，对吧？没有频率，它周期是无穷大嘛，然后它就有一个 symbol impulse 在零赫兹，一个 single impulse， 然后就这样嘛，对吧？它就只有这一个零的时候嘛。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得到一个完美的一个 sine 图像在图像里面？因为热子。我现在就不知道什么叫这个 bandwidth， 我们看看这个应该解释的。什么叫 bandwidth 呢？我操，自己查这也太秀了，操鸡巴玩意儿，好你牛逼，行，bandwidth in自己查还害羞，要你干嘛呀？真是的。System measured frequency。就是它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最大的那个 wave need finite time，
带宽哦，对，带宽哦，明白了。就相当于那个 frequency 那个宽，我不能对吧？它不能就这个 frequency 到无穷大。哦，行吧，明白了。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出来的，这总不能加。Because it's magnitude errors. Because of the magnitude errors in the signal generator would make the, would make the peak round, rather because the magnitude error in the signal generator. Round is rather flat. And 不能啊。那个不一样，误差是不一样，比方说 phase error。I think this one。我觉得这个 Q 期待也对。过去啊，行，麻烦这个弄完就行啊。好，你过去弄吧，因为我打算回去啊。好的，老哥啊。嗯，行，哥，好，哎呀，没事，不是，行，咱这位是I think the A answer A is also correct for Q 七，然后phase error in signal generator。那个 database 是你经常在那里发 thread 是吧？哎，关键没有 office hour，老师又对吧？那是不是？我经常收到，邮件。你为什么还会收到邮件呢？我都没收到邮件。因为是你发的吧？啊？为什么别人的我也没收到邮件呢？那这我就不知道，就是。每那个 update 一下，我就会收到一个邮件。哦，行吧，那不好意思，然后有些都问我，关键我不会，关键是我不会呢，那没招啊。Find the sketch of the Fourier series。这个。我感觉这个好难啊。有教过呀。行啊。What are the perfect square roots?行，反正就不能把那无限的加到一起，能加有限。然后找到这个东西的傅里叶级数啊，傅里叶级数就这个嘛。首先判断它是一个奇函数，既然它是个奇函数的话，所以是奇函数就是啊 sin 的就是 bn， 它只有 bn an 它等于零 ，an 它等于零，没问题。然后它 a 零也等于零，这也没问题。然后再找它的欧米伽零，欧米伽零它等于，就相当于周期嘛 ，t 等，这欧米伽等于二派 n， 对吧 ？t 等于二派除以欧米伽，然后 t 应该是二派，所以欧米伽也等于一，欧米伽等于一，这也弄出来了。好，现在开始把 bn 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这个 bn 它应该等于这个二比二派零到二派，我就找那个最规整的一个区域嘛，二派，然后这个 sin nt dt， 欧米伽零是一嘛，带进去 sin nt 零 dt， 然后呢把这个过程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三，第二个部分是负三。
可以很秀，这个比那个简单多了，分段函数一些钱。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负，不走、嗯、好，拜拜老哥，老哥明天见。啊、哦。星期六可以一起锻炼。啊，可以可以，啊，我通常六点之后就去，嗯，拜拜。拜。然后，他的话，3NT 啊，这个对吧？就这个函数不用分母积分了，3NT 就这个，这负三这俩都弄出来就是这样，把这个值带进去就变成这样，然后这样把 bn 求出来再带进去，好吧？这样我们试着不用，我们试着不用这个看这个答案，我们试着能不能把它做出来呢？就是试着不看这个答案啊。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我就把从这开始别急我到这应该是可以的 copy cut 好，我看啊，我们在这一页add 一个 pages， 好，这样我们开始这个，好，我们开始了哈，请开始你的表演啊。这个 bn 呢、啊、好吧 ，bn 相等于这个零到派，这个没问题。然后 bn 它等于二比二派零到二派 ft sin n 欧米伽零 t dt， 好，先带进去。二比二派零到二派 ft 呢？它不是这个 ft 就这个吗？这个 sin 这个 n 就变成了这个 nt dt 吧，对吧？没问题哈。然后这个就分成两个部分嘛，因为这是一个分段函数，二派零到派 ft， 然后现在等于三 sin n nt dt， n 是个值嘛，我们要最后加起来嘛。然后这个在这个东西嘛。对吧，这都没有，这个放在外面，然后再加上这个派比二派这个负三，然后三 ENT DT 没问题吧，没问题，还继续啊。这个这是足外面套一个中括号，好吧，来继续啊。这样一比派这个三 cosine nt cosine nt 负 cosine nt 再比上 n， 对吧？对吧？这个负三在变，这负三在外面，这个cosine x等于负 sinx， 我记得 cosx 求cosx 多忘了，妈的 cosx 求导，cosx 求导啊，cosx 不长这样的吗？它的导数是不是越来越减呢？对吧？导数是越来越负的，越来越负，越来越负，就等于负三 x， 对，负三 x， 然后这东西负三 x， 对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然后这个再加，就这个是负三嘛，在这中括号里面减三，再乘以这个是零到派，减三比上这个负三，比上 n。这个是sin，这个地方
同样好吧 ，cosine，负 cosine n 派 n t， 派到派，好，就是一比派三，负 cosine n 派比 n 零到派减三，负 cosine n t 比 n。派到二派，好，没问题。这样，一比派，好，这样带进去了。我提个负三出来，我提个负三出来。这样负三出来就 cosine 这个负三，还是个负的话，就是正点负的没问题啊。这样就是 cosine 这个。cosine 这个cosine n 派比 n 减去 cosine 零比 n 再减去 cosine。二 n 派，就二 n 派，比 n 再减去，就减，已经减去嘛，再减去一个 cosine n， 就是 n 派比 n 啊，它等于啊负三。负三比派，你先发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等于这个一，对吧？啊不，等会儿回去，这是一，对吧？这是一，好吧？那负三比派。cosine n 派，你看 n 从一开始，要么就是 n 派是吧？负一就相当于负一的零次方，就是二的话，就是负一的 n 次方。如果它是个一的话，它就是负一；如果它是二的话，它就是对，它比上 n 减一比 n， 再。减去二派，二派一定是这个一比 n 嘛，对吧？减去一比 n， 再加上这个 cosine n 派是负一的 n 次方，再比上 n， 好，这样这两个东西是不是相当于对吧？继续看哈。这个负三比派，对吧？二是两个负一的 n 次方比 n 减两个 n， 好吧？等于负六比派，负一的 n 次方比 n 减一比 n， 好，把负的一进去就等于六比派。这个一比 n 减去负一的 n 次方比 n， 然后看看这个，六比 n 派，把这个再提出来嘛。答案是一减哦，不对 ，cosine n 派，你看，假设如果 n 是零，哦操！
n 他妈还能是整数，n 他妈还能是偶数啊？哦哦，对对对对对，如果是个偶，哎，不对呀、啊，派 cos 派不是负一吗 ？cos 幺派不是一吗 ？cos 一。那对十二比 n 派，比一加 n 加一的 n， 一加上负一的 n 加一次方。什么是负一的 n 加一次方 ？n 从一开始 ，n 等于零的时候 ，cos n 派等于负一的 n 次方吗 ？cos n 派，如果 n 等于零，它是不是应该等于一，对吧？这个式子等于一。如果它等于一的话，如果它等于一 ，cos 派等于负一，对呀，这个不应该等于负一吗？六 n 派呀 ，cos n 派等于负一 n 次方 ，cos n 派 ，cos n 派减负一的 n 次方。啊 ，n 等于零的时候它等于一，它等于一 ；n 等于一的时候 ，cos n 派 ，cos n。等于啊，就是 cos n 派等于负一的 n 次方。n 等于零，还是一？对呀、啊，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什么，我觉得，负一的 两个我觉得是一样的，这个可以写成，问一下，这个东西，
I think we can use cosine t 等于负一的cosine n t。cosine n 派别急，这样继续哈。然后这个好，这样那我们就再把这个搭进去，这个搭进去就是这个我试一下我搭进去这个跟它是不是一样的，好吧，我如果搭进去了之后呢，这个值应该是我直接用这个来看，搭进去之后这个值应该是这个怎么来讲呢，是这个啊，这个 FT 等于 summation of， 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叫什么 a 零等于零，对吧，没有问题，来我看看看看 n 等于一到无穷，这个 bn 是多少， bn 是这个a 等于零 ，bn 等于这个六比派，这个六比 n 派啊，一减去负一的 n 次方，这个 sin n 欧米伽零 t， 对吧？然后呢，我们来把就完了嘛，对吧？就这个 bn sin 欧米伽零 t， 对吧？我们来看 n 等于一的时候啊。等一的时候，这是六比派，再乘一个一分之一比上一减去，就一加一是二，乘一个 sin 二，欧米伽零是不是还是一啊？欧米伽零，看欧米伽零应该是一，欧米伽零是一，你比二 t 对吧？再加上这个，哎呀，心里凉了一截。这个二，好吧，二，这个二分之一，比上一减去负一的，一减，就是一减这个，一减这个。一等于零，那就不用管了，二就是零了，好吧？然后看这个三的话，这个六就是三分之一，
六比派是n 对三啊，一比三，一减去负一是个二，然后这个sin 这个 n 是多少呢 ？n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二了嘛，对吧 ？n 应该是三，三 t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跟答案是不是一样的，答案最后应该是六比派 sin t。六比派，这个二是怎么出来的？这是 t， 这个应该是 t， 没有问题，这应该是 t。这应该是零啊，这是零。别急啊，这个你今天做不出来，考试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怎么说呢？六比派，六比派，我好像不对呀，一减这不一样的吗？一减，这不一样的吗？一减，这有十不是六吗？一减负一的，这不一样的吗？我操妈，没问题，到这还没有问题，到这里都没有问题啊，老哥，老哥呀，老哥，你已经做到这里了，好吧？在这里都没有问题，对吧？没有问题啊，这的确没有问题啊，嗯。现在呢，你要有自我认这个自信啊，有自信。今天不把这东西做完了，我就不回去了，好吧？这个怎么说呢？来吧，继续。这个，咱们看啊，这个，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这儿，就把这个带进去。最后一步一定要写出来 ，ft 等于这个
n 等于一到无穷，这个叫什么？这个六 b n 派一减负一的 n 次方，好 ，I got that。然后这个 sin n t 对吧 ？sin n t。好，这样 n 等于一，好吧？六派比上，这是一分之嘛？一分之一，一减去。负一的一次方乘一个 sin t 再加上一个6比派，这个把6比派弄出来了对吧，但是 2 这是不是就是个一减一等于零对吧，它这个3啊，这是个3 1比3，这1加1是二嘛，这明显就是二嘛，这肯定是二嘛，这就是二嘛，它是一的时候，那六分之派一，它是一的时候就是六。这应该十二分之派吧，地方应该的确应该是十二，我没做错，十二分之派对，This one should be 12分之派。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吗？多去写写 bug 好吧，多写 bug。为什么？你这个地方为什么你这个弄点准头好不好？现在你要想为什么这个还等于零的时候吧，还等于二分之派，看一下应该等于三。我操，这哪能算得出来？这是一，这是一，这是。
是三派，就是三分之一，而是三分之负三分之一，再加上一比五，就是二分之五派，二分之五派，怎么还是一呢？对吧？一减三分之一加一比五分之一减一比七分之一，不知道这个行不行？这个一减三分之一加五分之一。加一比五，一比五再减，零点七二，好，零点七二，零点七二乘以六除以派，乘以六除以派，零点七二乘以六，再除以派，一点三七，一点三七就等于一点三七。一点三七和原来的这个式子，和原来的这个式子，一点，对，就差了两倍嘛，应该是那个，这应该是十二，最后这应该是，对，的确，我确定这个应该是十二。Gibbs phenomenon 是什么东西 ？GIPP。Is the GIBBSPHENOMENON 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 copy 这个 Gibbs phenomenon 呀，
it overshoot or linear 特征方式。这什么东西啊？Gibbs phenomenon。就是一个傅立叶级数，在一个 piecewise continuously。piecewise continuously differentiable 周期函数 behaves a jump discontinuity 在 n 的爬升上呢 has a large oscillator near the jump which might increase the maximum partial sum above that the function itself the overshoot does not die out as in increased by the approach to the finite limit but also observed in experiment physics overshoot at a jump discontinuity 就是这个 piecewise linear 呗哦意思就是别急问The Gibbs phenomenon, 好吧，这个 The ripples Ripples 呀Ripples不是这个 ripples
这will more oscillating in the edge. Closed duty cycle.行吧，这就是实现区间喽。好，套 right。反正就是amplitude of the constrained by a spectral envelope will pass through zero and with the data width of tau行吧。
行吧，嗯，行吧。Okay, thank you very much.行吧，就是这个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啥啊？这个好，这样我们就这个这节课就基本完了啊，这个弄。